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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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呢个国家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2年8月3日，佩洛西尔奖系啊咩啊？咁啊，梗系啦，佩小姐添啊，同你讲见唔见到啊？几靓女，唔好嘈。呢架飞机啊吓啊，御驾亲征啊，赤兔飞机啊，咁稍前即系呢个朱平等等咁啊，放出呢个胡锡进啊，又落咗闸啦，系咪？闸落理想系咪？落闸。Anyway， 咁啊，派出呢个胡锡进喺度叫嚣啊啊，企图咧，意图咧，谂住咧就可以令到呢个佩洛西尔奖却步。嗱、啊，有啲人就话系因为十月，我理得你啊，十月咪十月咯。总之人哋家下哇，全球高峰嗰啲系咪叫 summit 啊？高峰会啊嘛，人哋系咁高调、高格调咁样走到去台湾嗰度啊，我哋当然系帮佢大肆宣扬噶啦。咁至于嗰啲哇，真系拎拎查查讲晒出嚟，包括就话呢个佩洛西尔奖，嗱、啊、我哋好尊敬噶佩洛西尔奖，话佢乜嘢啊？系以私人身份访台嘅啫。啊，咁如果系私人身份访台嘅话，咁你早排喺度嘈乜嘢呢？人哋私人访问关你乜嘢事呢？系咪？定还是啊，真系叭叭叭咁样啊？系要人哋走过嚟走出嚟？哎，不如啊，真系啊，写信建议呢个佩洛西尔奖同佢讲，我系代表美国人民去嘅啊。跟住点啊？你又写封信，唔系佩洛西不代表美国人民咁样。哇，人哋代唔代表都关你事，佢唔代表美国人民，唔通你代表你美国人民啊？佢够胆噶，佢话佢代表你咁样，又代表佢咁样，代表晒全天下噶嘛。所以逢亲有啲代表性嘅啊，而且咧系对住嗱，唔系朱平，你冇搞错，系对住呢个共产党嘅啊，我哋都系会一致支持，包括香港人议会各样，你搞个香港人市集都 OK 啊。咁你要讨伐呢个咁样嘅共产党，每一样嘢都系影子内阁，乜嘢我都接受嘅啊！你系讨伐佢就得噶啦。咁当然啦，香港人议会啊，咁你系一个议会，系一个平台嚟噶嘛。所以有啲人就话咩系为咗废除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咁样嗰啲啊，居心叵测各样。嗱、啊，我咁讲啦，除去中英联合声明咧，就只不过系其中一个政党嘅意见，好唔好啊？咁你系可以成立一个归英党出嚟嘅 ，it's ok。而唔系话，即系都系嗰句啦，一句讲晒，人哋嗰个咧系平台，就唔系大台。但今日我哋又唔系讲平台，又唔系讲大台，我哋讲访台，我哋讲底台，我哋讲捧台。嗱，我都讲过我系唔赞成台独噶嘛，啊，因为我系坚决支持呢个一个中国原则嘅。不过个首都喺台北，咁而家咧喺1949年之后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就系呢个毛策散汉。啊！有呢个共产党，咁就夺舍散夺咗我哋嘅中国文明。中国文明有悠久嘅历史，几千年啦。啊，咁啊，俾人散夺咗，仲要挂羊头啊，挂住孔夫子尿布，恐怖啊嘛，都系挂住呢个孔夫子嘅名衔，招摇撞骗添，挂什么葫芦卖什么药啊，实在太过分啊！仁义礼智边忽有啊？当然无存。嗱，先讲返我哋嘅主角人物先，冇错，係非常有姿势有实际啊，唔係似有啲人有姿势就冇实际啊，仲有人关心啲八卦新聞㗎，即係嗰啲内斗各样嗰啲，你咪由佢囉，佢鍾意拍几多集100集好唔好，咁有10个证人搵到1个咁大把未啊，唉，唔讲佢啦，我哋继续讲呢个佩洛西尔奖啦。咁佩洛西尔奖呢访台就备受关注喎，路透社啊，仲有好多个美国台湾媒体呢均相就报道消息，但内地你知啦，嗰啲媒体啊，香港啲媒体都系啦，你无论系一啲公共嘅媒体啊，又或者系私伙嘢啊，我哋都统称为党媒得㗎啦，越讲越偏㗎啲嘢，鬼上身啊，我哋叫呢啲后面系有木偶师喺度操控住佢㗎嘛，你唔知咋嘛啊，有国安大法喎、啊，系咪？咁当然系要讲一啲国安大公啱听嘅说话啦。如果你啱方向嘅时候，佢咪唔抽称你咯。
而唔啱方向嘅时候啊，你咪睇下阮文安、杰斯等等啦，以及啊社交媒体发布信息最近啦，两个公务员啊嘛，一个入境处噶，即系喺湾仔嗰度咧，税务大楼做嘅，另一个啲国安大法随意漂移噶嘛。反之如啊，你见到阿游公子去到台湾，喂，加下佢地头喎，系咪？阿游清源先生。唔声唔声，坐你云精啊！所以我对一众例如阿游公子佢去到台湾，跟住继续播报咧，阿桑普佢哋嗰啲咧，我系无限支持嘅。如果唔系，又少咗两把声音。呢个系我一直以嚟呢两三年嚟嘅主张，我从来都系唔会变嘅。你估嗰个新伟成啊，话最近几犀利啊，话减税 20% 啊，你知唔知啊？但系个个人都睇到啦，你而家先讲，你唔早啲讲，大家都知乜了。如果你有睇我嘅副频道，我已经一早已经讲定咗系点样㗎啦。咁嗰度我就做个分流啦，讲一啲比较上英国地道啲嘅或者系历史上面嘅知识，做个分流。呢度都系时事评论、政治评论为主啊，以及最重要一样嘢，当然呢就系团结一致对外啦。但系对于即系六国破灭、非兵不利、战不善、弊在路秦，齐人未尝路秦，终计六国而覆灭者何哉？与盈而不作五国也。即系齐人当其时咧，就同五国划清界线各样啦，都仲要内斗，你呢啲冇得搞噶嘛。咁所以落魏下齐70余城啊，亦都合理噶。你当去处理呢啲咁样嘅人先啊。Anyway， 我哋继续睇翻呢一件事件，其实咧个象征意义系非常之大嘅。佩洛西议长访台就意味住其实系美方就提高咗呢个台湾嘅地位喎。咁借台益中。咁你莫讲话以前啦，以前都已经讲緊舞统跳舞嗰啲㗎嘛。令到呢个台湾归入自己嘅嗰个八宝袋。讲咗几十年啦，子民流梯响啦，有几代人已经唔喺度啦。咁相信呢再多几代人呢都仍然调返转就得囉。点解呀？民主自由嘅国家係咪？你讲东升西降啱啊，台湾喺内地东边㗎嘛。东升西降啊，佢嗰个西宫就嚟俾东宫压住㗎啦。呢啲东升西降。喔、哦、甚至乎呢这个美国嘅国安 John Kirby， 大家记得佢啊，就讲到啦，系唔系都要㗎啦。佩洛西系有权去访问台湾嘅。中方冇理由将美国长年政策嘅潜在访问就演变成一啲冲突嘅，甚至呢就当成系增加呢个台海军事活动嘅藉口。但系佢预料北京呢都会有所行动，即系灵王啊，大家睇过呢个唐伯虎点秋香㗎嘛。咁佢点样可以 flanza 可能就只不过系喺台海嗰度咁屙督尿嘅啫，呢个小圆角勇，以及可能大规模咁样空中海上都会有唔同嘅回应。我淨係知道胡石俊架潜水艇潜咗落深海，而家揾唔到佢啦，已经成个版面空白咗。咁铁定无误啦，我哋嘅佩洛西议长。咁莫讲话之前你冇可能去令到呢个台湾归入自己怀中啦，因为你根本上就不得民心。更何况啦，目前有呢、这个你话咩都好啦，美国嘅撑腰得唔得？咁令到台湾喺国际上面嘅地位是啊，上升了好多好多好多，至少个形象上你督个人出来，一个台湾人，一个就中国人啦，你话边一种是代表住中国文明啦，是吗？如果你话历史文化嘅承传，咁其实台湾嗰边就保存得几完善嘅，就唔系内地。如果你话中华民族嗰个道德感嘅话呢，就日本嗰边承传得较为系有秩序一啲，遣唐使嗰阵时中国嘅嗰个繁荣盛世好耐以前喎，目前系俾人散夺咗嘅一个朝廷，你咁样去处理就得㗎啦。嗱，咁我哋一睇呢个佩洛西议长嘅英姿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专机8月2号晚上10时50分左右就降落台北的松山机场，身穿住这个粉红色的套装，配备住这个白色的口罩。哇，现在都是他，我不知道啦，
谨慎啲都好嘅，佢82岁。咁就最重要一样嘢咧，佩洛西议长系会会见啊，巡回演出啊，咁多名嗰啲人权捍卫嘅人士，包括我哋熟悉嘅林荣基先生啊，铜锣湾书店，你有冇帮衬过铜锣湾书店啊？我有啊，呢个林荣基先生啊，咦，而家帮衬唔到啦，一来又执咗，二来就搬咗去台湾啊嘛，你飞过去。台湾麻麻地啦，喂，台湾嗰啲有啲好消息讲你哋听、哦，台湾呢佢好似话最近呢俾个定居资格啊，虽然啊我都系觉得你如果两边揀嘅话，我都系揀大英帝国㗎啦，梗系啦，喂，恶邻在侧啊呢啲叫，所以慎选邻居。咁但系台湾有个定居资格，你真系迫于无奈嘅，咁都好过冇啊，即系万不得已嘅选择。咁如果佢有个定居资格都唔错，定居有啲咩唔同呢？就系、是、你冇得去参与嗰啲应该系政治嗰啲事务啦，咁都不失为一个选择啊。香港人其实最重要系生活嘅啫。你唔好搞错，移民呢系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政治，但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生活。那为什么生活会有问题啊？就因为政治贪本溯源啊，贪污腐败舞弊成性，这个是根治不到的，任人为亲。那只会，我都说了，贪污是未来25年最佳的一任。原因为什么？越做越衰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是热烈鼓掌的，这个佩洛西议长的英姿不得了，巾帼不让骚眉啊！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